百花园中吹闹，万台千难画描。虽然是花开颜色好，看来你人比花更娇。您好苦啊，咱们回去吧。哦，走吧。啊，表兄，这位张家小姐是满是好啊。是啊。小姐虽好，怎奈你表兄不愿。阿若妈妈，你要拿份主意才是啊。哎，这么办，就把那如花似玉的张家小姐娶过来，少爷一见着她，定准得好。为了你表兄之病，也只好如此。走啊！对，救命要紧，摘个好日子就给他们成亲。Bye.
我的父偏说他举动轻狂，赶走了说媒的软呐、横加阻挡我的娘，他又不敢做主张。看起来美满的婚姻无有指望。天我的儿茶饭不想，若有个好喝的呀机会，非让我放下汤碗，我把女儿叫，快吃口去。就是你不吃饭呐、也得喝口汤啊。哈哈哈哈，收到了喜帖心欢畅，王尊卿明天就要拜花堂，月娥呢？闺阁少女整天唉声叹气，你实在的不像样，你实在的不像样，快起来梳妆打扮去和新郎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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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不给我起来。孩子有病呢，你叫他起来干什么？有好事。什么好事啊？你瞧，喜帖谁的？你那好侄子王尊卿明天就要跟张家姑娘成亲了。我呢，我呢，我的妈呀，做主，我说了算。我呢？我是天，你是地，你不能管。我怎么不能管？我为什么就不能管？胡搅蛮缠不可当，满腹的文章我也打不上枪。圣人允为女子与小人为难呀，我走了。你走。我走了。你走就该走。三十六招走走何妨。孩子，别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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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老头子，你别回来了！你个老东西，骂一声糊涂的老混账！你死在外头，我都不心慌。
二大娘啊。我说大妹子，这又怎么了？这么大哭小叫的。他二大娘，您来的正好，我们月娥的事情您是知道啊，就是为了跟他表弟那个婚姻事。哦，就是为这个事儿啊。算不了什么哟。您还说算不了什么呢？您瞧啊，我侄子王俊清明天跟张家闺女就要成亲，您瞧这喜帖，你可叫我有啥法儿啊，我的天儿啊。哎呀，有办法。什么办法啊？你也不用哭，你也不用闹，我有个主意实在妙，明天既是喜期到，打扮姑娘上花轿。抢先一步要去个早，二大娘我亲自去保镖，张家的姑娘50道，咱们抢先40道，到了门前吹唢呐，哒哩哒啦哒哩哒哒哒，哒哩哒啦哒啦哒哒，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哩哒哒哒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放鞭炮，捉住那王俊清啊，掐着脖子把香烧，拜完了天地再把洞房闹，生米打仗熟娘高，亲上加亲谁也管不着。好主意，趁老头子不在家，明天早起就把闺女打扮起来。